咋看你家猫是不是装睡？小敏，哎，你一喊它，它尾巴就晃的。小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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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猫睡了，尾巴没睡。其实它们很多时候都在那装睡。你看大喵，闭眼睛一动也不动吧？你给它拿个枕头。嗯。人家还直都震上了。像小花这种啊，就是闭目养神，它也没睡，它就能感觉到你过来了。哎，马上就睁开眼睛跟你打招呼，再伸个懒腰，看他们睡觉老治愈了，他们就喜欢赖在你床上睡。所以吧，你每次洗完床单被罩都能烘出来好多。我用的就是这个小天鹅小物美洗烘套装清香版，它这个多重毛屑过滤功能简直就是专门为我们养宠家庭打造的。它的超微浸泡洗能深入衣物内部，顽固物资也能轻松搞定。烘干机呢是热泵柔烘，烘出来的床单热烘烘软乎乎的。那什么状态下是真正睡着了呢？一般情况下啊，睡相越臭越吓人的基本上就是真正睡着了。就比如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哎，咋叫没反应的。还有这种直抽抽跟过电了似的，都是真正睡着了。评论区给我看一下。